家好，我是威伦。那么现在我就刚好在沙登附近，我就去回上次那个满地都是 Honda 垃圾的地方，看一下他到底那边还有什么损野。这次我们就进去看一下，好，到了跟大家讲。一来就给一个见面礼先哇！来辆一波六胜，这个应该是八代啊，是还是七代？不知道去看了。那 bumper 看起来是八代啊，这个是我从小到大的梦想车，就是一波。好，我们现在到了这个地方，不知道还有没有人在？好像有人在这样子。嘿 ，Hello， 哇，没有人啊，赶赶死啊，没有人。一来就两 EK 在那边，哎呀，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东西特别的。你看那个 engine 尾，够够力哦，哇，快看 ，spoon 的 engine 哦 ，spoon 的 engine 啊，够力哦，嚯 ，spoon 啊 bro， 不敢这样大声，小声一点。这个是 NNM 的 engine。日本大厂，这么多力啊，全部 B16B 或者是 B18C， 还有那种压箱很多，全部在地上。OK，EK9， 哇，就是这样多啊，全部车头啊拆了。然后这边也是 DC2，EK9， 全部是 EK9 啊，应该是马来西亚应该没有这样多 EK9 在一起过了，很久啊。也是 EK9 那种原装车灯的那种，没有什么特别。你看啊，他们这种车尾是。其实是有用处的，然后这些车尾，他们的话，那会运过去印尼那边的话，因为印尼是没有两门的。你现在看到最近印尼越来越多两门是，啊，他们是变魔术 ，mix and match。他们有个 Sea West bumper， 那种美国 bumper 了。OK， 你要什么门啊 ？EK 啊 ，EK 的门啊 ，DC Two 的门啊，一堆啊，真的是一堆。原装 exhaust 啊，原装那个 fender 啊，原装盖啊，原装。spoiler 啊 ，monet 全部原装，我们要去看稀有一点的，看有没有稀有一点的东西。这个 condition 美啊，这个还有很新的机 ，condition 美、啊。我们去里面啊，这个蓝色的，这个 power belt， Mugen 的 rim， 这个是 MF10， 这个是16寸的，这个就是 spoon 的 rim 哦 ，spoon 的 rim 也是原装的这个。然后这一套就是 CE28， 但是这个不是普通的 CE28， 你知道吗？为什么这样讲呢？给你们看啊。这个是15寸七节 offset 35，所以这个是很少有的。然后五洞1143，啊，很少有了。这套 ring 至少啊，是多少钱？哇，还有一个 race 在这边，哇，像大陆那个摩根 RR 的 seat， 它都有两张。这个两张现在市价40000多，你知道吗？真的是很少有了。这个 Recaro 这个不用讲了，平头的，这个是 EKNA 的椅子原装。然后这个是 bumper 啦，哇，新的 bumper 它都有。还有 Honda 的那个字样哦，福利型还没有射过去啊，原装哦。你有没有看过新的高压 ？High Performance Shock Absorber Oiling， This is for front EK9 DFV， 全新的 Oiling， It's fully new bro， 全新的 Oiling 啊，这个东西十多千啊至少。这个 Half Cut 呢，是这个 EG6 啊，它也是没有卖啊，放住那边。这边地上这个烂铁，你以为是烂铁是不是？这个是 KTune 原装 Exhaust for EK 的，然后这个 Hard Race 的 Kit 整套，这个上面这个呢是 DC2 Mugen 的 Bumper， 10多千，只是翻 Bumper 啊。这个呢 EK 第一代的 Spoon Carbon Bonnet 里面的鼓呢，这个鼓呢是白色的，你看它 Spoon 的啊，整个骨头是白色的，这个就是 Spoon 第一代最珍贵啊，然后里面黄黄的，它的 Carbon 那个纹啊很美啊。这是原装摩根的 size 个，这个应该不懂什么车，这个应该是 EK 的，这个贝拉，这不几千块啊，用踩地上踩的卖几千块。我跟你们讲，这一个 bonnet 够力啊，这个 bonnet 是摩根 for DC 度的，上次我们跟你讲过了吗？多少钱？30000多啊。看一下作者什么，哇，这边摆着很多摩根的东西哦。现在这个摩根的 meter， 摩根 DC 度 meter 是多少钱啊 ？Spoon 的 DC 度 meter。啊，是1000转，然后摩根的 steering 啊，这个比较便宜，然后这个就是 Mickey Mouse， 这个也是整10多千，然后这个第一代的 meter 炒到整
9000多了。这个是 Morgan 的 Boost Kit， 这个是我不能够理解的，这个东西啊，现在卖这差不多要6000块。然后 Morgan 的这个 Gear Lock 啊，这个有六度牙的 ，OK， 这个这个 Cover 啊 ，for 那个，你看他们的 Carbon 极美 ，Morgan 就是 Morgan， 这个1000多块吧，这个，啊，这个。Morgan EK9， 这 Morgan EK9 meter 差不多30000多。现在 Morgan 的椅子很多人买啊，对，差不多是整10000块，9000多，10000这样啊。OK， 各位，我们错了，为什么呢？这个是 carbon 的，这个是 carbon 的 Ricardo Morgan C， 这个它有 carbon 的，加多一个10000，所以这张椅子价格差不多20000，跟前面的 Morgan RR 椅子差不多。哇，很轻哦！你看我一个手指拿上来哦，两个手指让我架起来。哇，摩根的八，佛前后，摩根的八前后，哇，哇，这是 carbon 啊，啊，从日本运来的。这边呢就是 Casco 的，先跟你讲一下，这个是 spoon 的 caliper，spoon caliper， 这个是 monoblock，spoon monoblock Casco 八，然后再来这个就是 spoon 的胶牙。这一套差不多8000-9000这样了。这个是前面吧 ，spoon 前面吧 ，spoon 电板 ，K-tune gearlock，K-tune 的 battery bracket，spoon side mirror。这个 spoon side mirror 够搞哦，这个它的 wiper 啊 ，pattern 很多，你看 ，mirror 蓝色的 ，work belt， 然后 spoon 的 steering 很美啊，默默的，放我的那个 jazz。这个是 Delphi 表 ，Delphi 表还有它的 controller。这个也是一个 EK9 的后面 spoiler， 这边是看到有吉利 Delphi， 还有两个甘蔗在这边，这个是 cam 啊。那么来看这个是 EK9 带低六灯啊，全部原装的，不是重的 Stanley 啊 ，Stanley 大灯啊 ，Honda Stanley 啊 Stanley。然后看下高压这边 ，Cusco 高压我们都知道的啦。然后这个好料，这个德巴类的，这个是 Fox Racing， 还有这个 Fox 狐狸啊。狐狸 Fox， 然后非常好用的这个高压，这个 RG 也是来自日本的，然后这个也是 RG 啊，然后这个也是 Spoon 的，这个也是 Spoon， 刚才我有讲啊，在那边那个是 Spoon 的 Sport Absorber， 你跟回原装，但是 lower 一点，然后软一点，没有那么硬啊，高压就很硬。那我们还可以去那边，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 Shift Spring， 做 Spring 里面，你们玩 Motorsport 的一定知道了，180代表什么？ 18kg。我们如果安不安静的车，就要看这个直径。跟这个的宽度，跟这个的厚度，跟整个的长度。哇，这个摩根椅子，马来西亚应该没有九个人有了哈。啊，你看这个就是 function 的这个absorber 前面也是用这 Swiss Spring 14K。你们看这个灯啊，这个灯啊，现在日本跑这10多千啊。这个是 DC Two 的两粒灯啊，这种胶壶以前我也是有，以前我的 EK 也是用这个，不会便宜啊这些东西。啊，老板来之前快点走，你出去先， okay. 然后。我拿了东西我就走 ，OK， 啊，走。可以。